我就不信，我加试一题。哎、那个小丽啊，用刘能的口吻你来一句。不是，那拉学一个，这个最有意思。刘能啊，我感觉吧，他说话真有点像我哈、啊。他为啥像我？他有时候说不上来啊。那个、劲儿啊，嗯，我跟你讲，刚才他说一句比较这个，比较这个挺流利的话，就是大长脸，说的挺，我也给你教个大长脸，但后边不一样啊，大长脸，大长脸，看，哎，有个迟钝一下啊，大长脸。你这是大舌头，你的，你再把舌头让人咬穿了。大场面啊！啊，后边还有仨字啊，是气儿。一会儿这气儿灯这词儿解释还不好解释呢，来，你来一遍，哎。也哎也没事，我告诉他也是夸我的，你说吧，没事。是气儿灯，是气儿灯。你把真正的意思告诉他。你用语言来解释一下。这个你就是大长脸有点气儿。你知道什么叫气儿吗？完了，或者还得加个灯，这俩分开念也行。大长脸真欠，大长脸真灯，灯，对音灯啊。欠灯的意思，咱应该怎么跟他解释呢？欠灯的意思，麻烦翻译来解释一下。欠灯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形容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，他还要去做，又还能对火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他还要去做。我对你简直刮目相看了啊！我是戴眼镜，我这眼镜都掉下来，这都你都解释。我是学中文的，爸爸，我是学中文的。好了啊，对啊，那个经过这一番交流，我们发现啊，之间的沟通真的很重要。对，娜拉接下来到你抉择的时候了，对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环节呢，要给我们男嘉宾发一颗红心。你觉得这个环节谁表现最好，就把这个心贴在谁的身上。来，娜拉，那个娜拉，你骂我两句，你贴这一个就行。不包括他，不包括他，包括我，也包括我。二三，他说我两句了，你还不让他贴我？哎。最起码我比大长脸帅，那是准了，那是准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娜拉，你这样继续撒谎下去不行，我跟你说，这啥玩意儿，你知道吧？好起码，对，但是他们学的还很开心的。是啊，而且其他几位男嘉宾千万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，因为下面我们还有其他的环节来证明你们。好，但是刚才这一小环节呢，我们知道娜拉的中文啊确实有进步、当然说的特别好。